Rock your motor. Rock me. Rock. Rock. Rock me. Rock your motor. Rock your motor.三兄弟啊，那么在剧中他们的角色大家都很熟悉，让他们用自己的身份来跟大家问个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从新朋友来吧，因为上次海桥没来嘛，对不对？哎、好，对对对，先从海桥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徐海桥，我在那个《花千骨》当中呢是备胎皇帝，孟玄老。好，欢迎海桥。欢迎你，第一次来。对，然后弹幕大家好，我是张丹峰，我在《花千骨》当中是国民备胎东方玉清。国民不是取的是国民备胎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可，在戏中是备胎姐姐杀阡陌。虽然在戏中备胎，但是希望戏外以后可以有一个转正的机会，是吧？哦，我真的很喜欢你们三个人跳的备胎舞，有一种诙谐和心酸的气质。就是一开场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你们在这样的时候，我说在整我们吗？海桥好像跳得还挺自信的，你是会跳舞的吗？但是我那个动作其实设计的挺难的，因为他那个后面挺远的啊，要这样过。我就觉得很丑，但是这个真的很难走。你先海涛来一个，表示这个动作真的很难。来，预备，这个真的很难，走。好，来，这其实我也不懂。谢了，预备，走。那姐姐很厉害啊。